休息半年的老公被迫再休三个月，休息没事干，领着老公散散心。这个漂亮啊，用眼睛看更完全不一样。哎呀，好看吧，好看。哎呀，你挡镜头了吗？我去服用了太阳大块了，还挺硬的这雪。嗯。空的服用了太阳卡太卡了，已经打没了哟，我去随便叫看。嗯，哎呀，我看见，流口爪子印儿了。哇哦，哎呀！冷不冷？嗯，凉快的。哈哈哈哈，すごいね。富士山。あれ上は何なの？那一個一個那个階段みたいなやつ。水が。あ、ダム。山の上ダムなの？砂とか砂利が落ちてる。うん、もはやの足は寒くないのね。真的看看这儿，还有一个白色的，あれ神社？白の珍しいね。嗯，那是雪，都是还有点硬。富士山登来してくれないか。好玩吗，卡卡？爸爸什么用？爸爸是什么用？滚成大雪球！走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没到顶，这实在上不去了。看来那个地方都是冰，自己会上车的走。已经5度了，回家了。现在呢，准备去那个米奇诺 Aki 去转一下啊，呵呵，看看有什么卖东西的啊。Aki， 姐姐，啊，走了，开门了，也来了。一轮，他来的，他来的，好。哦，挺香的。一轮，嗯，你到了一轮了，几个人才弄的呢？爸爸娘来的。要一个富士山。吃ソフト。哎呦，给他吃，给他吃。啊，これが良かった。啊，何？あ、やっぱりもいいよ。あ、やっぱりする？いや、富士山。なるほど。朝だけの富士。
你开放到啥玩笑打的？俺们附近的呢。啊。哇，一年。啥么可耐呢？溜达着吃。对了呢，还对不对？他在哪家？你说吧。说的哟。终于吃完了。看这狗啊，都和人一样。哇，喂你老婆练的吗？他是看你，这样一对眼。他上去了，我也上去了。哦，里边有，都有小狗狗。那你说是啥？好大呀！哇哦，真不错，免费的还是？大冰激凌。进来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它那个是个大餐厅。哦，这个地方卖菜卖东西的。富士山的面包。不便宜，一九九八是不便宜便宜。这个地方挺悠闲的。就是仪器高一点贵了738。大冬天凉凉树嘛。竹笋挺便宜的，96块钱。富士山的茶，啥都有啊。一斤都不行。还有卖文物的，股票，不是邮票，你看这个吧。这个是佛陀。是多少名山梨县的有名的瓦萨迪斯利咖啡，这边一个两个汤圆儿子，这边一个猫七，咔咔哟，我在这里看着了，他们出去店里看一下，自动贩卖机一炸六，冷了你还可以上这些地方玩玩，动物园的。公园的奥特莱斯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没见过。看看这雪糕多有人气吧，都在这玩呢。下一站，我像不像小孩？出来的时候站我腿上嗷嗷的，现在还装睡觉。是，回家路上就睡觉。